马上就干饭。我们今天的主角有，等一会儿啊，先唱完这个，谢谁送的花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糊涂老板送的礼物哦。甜美乖巧。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小火车摆动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毛毯般的厚重感，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。分享热汤，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，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对自己更重要。有点嗓子哑哦，没唱好，我再试一下。暖暖，梁静茹的暖暖，暖暖，能暖暖。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回忆里满足的旋律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细腻的喜欢，你手掌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，谢谢袁冰松。我哼着歌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，我知道暖暖就在心膛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。爱一个人，希望他过更好，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好了，干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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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把你们放倒啊，先把你们放倒，不能让你们看到我全身什么样子，怕好看到你们。好了，先把你们放倒了，先把你们放倒了，一会儿可能会有我突然站起来，会有个可怕的视角，如果你们看到了不要着急哈，我要去拿饭拿饭，然后我要热一下，等一下不要着急啊，管理维持一下秩序，我去拿饭啊，我去拿饭。哎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哎，看不见我。我要热一下，朋友们，稍等啊，我要放微波炉里热一下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哎呦，看不见我。别着急哈，别着急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不要着急好吗，你们都是耐心的好宝宝。然后我再烧个水。
不要着急，我要烧个水冲干芝麻糊糊喝喝。你们着急了吗？怎么在打麻将？你们在打麻将？别着急哦，找个碗儿装个芝麻糊糊。你们要看天花板？角度有点死亡。这角度有点死亡。行，这角度太死亡。先把你们躺着放吧。芝麻糊糊喝两勺。你们好无聊啊，你们。马上就好了哦。什么？筷子，芝麻糊糊，来吧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盖饭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贱人都提出。先整理一下我的仪态。好，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选手，好吗？你们准备好你们的饭了吗？先看一下今天的选手，首先登场的是筷子兄弟。一双筷子，搓一搓它，然后一个勺子，拿纸过来，
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饭，谢秋天送的保时捷。首先，肉末茄子，没有肉，只有茄子。烤南瓜，芝麻糊糊，没有搅开。拿勺子搅吧。我水加少了，现这个是芝麻饭饭。水加少了，水加太少。完了，吃这个嘴黑怎么办？吃这个嘴黑呀、啊。我在吃芝麻糊糊，不是在吃水泥，烦不烦、啊？来一口南瓜，没有坏。你们要看天花板，怎么这样的？用吸管，用吸管太那什么了，我只能吃这种黏糊糊的东西。就不用嚼，抿了抿了就咽下去了。有点噎，好咽是好咽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噎。这水能喝吗？怎么办？有点噎，不是吃水泥，太噎了，救命，救命，家人们！稍微有点噎人，倒点水喝。家里就一个人，对。好，不能把头发扎起来，把头发扎起来，把头发扎起来，膀子太显得太肥了，这个衣服有点显胖。香耶香耶，太美人了，香耶。别说我胖，朋友们，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饭，香耶。搞点夜点心吃吃吧。有点噎，太噎得慌了。觉得我胖？我不胖，我不胖，我只是脸有点大。我只有80多斤啊，朋友家人们。唉，我只有80多斤，可是我长了个200斤的脸。就是那个什么，抖音上打的那个广告，什么五谷什么磨坊的那个，我买了尝尝。没有，今天没吃饭，实在是饿惨了，把盒子台子饿坏了。
对呀、啊，我不胖呀，为什么还说我胖？我只是脸有点大而已。茄子真好吃呀。第二个眼影有没有平替？哪个眼影啊？你说名字。你不是什么南瓜？不爱吃南瓜，南瓜是减肥的时候好吃，特别特别棒的东西。我下午2点吃鸡，我这是第一顿饭。脸大，我这都挡起来了，朋友们，看看。为什么要留这个发海啊？都是有目的的，家人们。唱歌平时没演过电视剧，我长得丑。哎，累得慌。谢谢，谢谢。喝口水，吃的我有点累挺。啊，好烫。烫死我也！有点吃的有点累，为什么？累了，还没开始，就结束的这么匆忙。有点累了，不吃了，谢谢。烫死啦！好了，不吃了，噎死我了。等下播了，我再悄悄摸摸的吃。吃累了。累了，想睡觉了。要不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睡觉去。视频声音不一样，是改变那个发声位置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别着急。改变发声位置，声音就会不一样啊。没洗澡不能吃，牙齿黄了。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。累了，不吃了，有点累了，吃累了。刚进来不动一分钟。牙齿黄，你刷呀？现在能刷吗？现在不能刷呀。Pink Baby 那个Pink Baby 没有平替，你可以买那个有那个 MAC， 有 MAC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？Omega，MAC 的 Omega 是跟它一个颜色，但是没有那个 Pink Baby 的那个上色。你买那个 MAC 的 Omega 就可以，那一块能用好久，10000年都用不完。MAC 的 Omega 单色眼影哦，你那个可以用来扫那个阴影、侧影都可以扫，当打底都可以。美瞳是我自己代理的，你可以私信我。主播是狮子座 ，Scoy，Scoy，
涮火锅，一看就近视眼看不清，不是哦，我散光有点严重。旗袍很好看，谢谢。开什么车？我没有车，但是我有驾照。我没有车，我有驾照。不用谁喜欢。狮子座为什么要学一声狮子叫啊？那摩羯座要学一声那个什么叫吗？买个电动车。女明星怎么会骑电动车呢？女明星出门都车接车送。你看你就没见过世面吧，女明星出门都是车接车送的。对呀，都是车接车送的。旗袍呀，旗袍你可以私信我，我把链接发给你好吗？但是它这个旗袍有一个问题哦，你看它这个，你看它这个肩膀这儿，它这个肩膀不是很平整，就会显得膀子很粗，就会显得你这个人没有脖子。但是我的脖子是在这儿的，我的脖子是在这儿，它就会在这儿就给你弄没了。然后我录视频的时候是这么录的，知道吗？我是在下面这么抓着，就使劲往下瞪它，这么录的视频。就是它这个反正就是穿上显得你没有脖子，最好脖子长的去买哈。我这个穿买来就是拍视频的，我平常应该不会穿出去。我有脖子，大哥，我有脖子。他是这个衣服把它藏起来了，我的脖子在这儿。竟然说我没有脖子，他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哈。你看，他在这就给你截没了，我的脖子在这里啊。这你说我没脖子？唉，现在大哥太难带了。对，旗袍还是定制的比较好，而且这个领子它也很宽，就没有型，你知道吗？它要是这么不正好的，它就好看了。我的锁骨，它这个扣子，它扣子不是很好解啊。反正我是有锁骨的，看，哎，看不出来，能摸出来，在这里的哈，这里啊，是骨头啊。怎么，大哥？我86斤，85斤，86斤，吃饱了86斤，你在质疑我有没有锁骨？你在质疑我有没有锁骨？太累了，我太累了，带粉丝太难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这些人，我说我80多斤，我身高就要1米2啊，我就不能1米6？我也没有说我1米7几，我1米63，为什么我说我80多斤就要说我1米2啊？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善意为什么这么难呢？为什么？我感觉我吃完东西变憨了。不能这样，补一下妆吧，是不是口红掉了的缘故？1米63是不高，但是不矮吧？不矮吧，朋友们？那你还要多高啊？那也不至于说我1米2吧？你就是杠精啊！你别那什么了，你别狡辩了，没有你们这样玩的。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这么的难相处呢？能不能多一点善意，让世界充满爱，充满爱好吗，友友们？充满爱，充满 love。 每次来都在化妆，你在开什么？我累了，我一共直播2个小时，
一共就这么补了这么一次口红，还叫你逮着了。友友们，我真的累了。指甲好看，指甲在那个小红书我有发那个细节图 Little Red Book 就叫我的本名啊，就叫王雨萌。我还给这个旗袍配了一个小湿巾，小湿巾非常的好，就非常的有那个感觉，就这么一批，谢谢小心，这么一批不就来的感觉了，就对不对？我还买了扇子，但是拍视频的时候扇扇子有点嘚，我就没有扇。是丝巾，不好意思，丝巾不是吸巾啊，不是吸巾，你打的也不对啊，大哥，是丝巾，你怎么在那吸巾呢？几点下班？过一会儿吧，今天要努力营业呀，日子不好过啊，这个月。洗碗布，俺这都带花边的吸巾，好吗？看没看见？看，你家洗碗布这么奢华，看还有小金居，看没看见？小金居，就是仙女才用这种，懂吗？懂吗？你是主播公司？什么主播公司？今天不开心，为什么不开心呀？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16。你家洗脚布带珍珠？那你好奢华呀，是我没有见过世面了。不要刷屏，会被禁言的。窗帘歪了，这滤镜太过分了。哪里歪了？没有歪太大吧？这就是吸进去了一点点。没有，你说，你看，你不去看它那个细微的差别，它都没有，你看，都没有，没有太过分吧，友友们。没有太过分呀，不要喷我了，我太难了。头顶的毛子那是天生的，有一点点卷卷蓬松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太难了，我累了。原图会不会脸？我本来脸就很大，我还没有开很强的瘦脸呢，我要开了很强的瘦脸。你这个字我也不认识，念什么呀？我给你们开开巨瘦的脸试试哈。谢谢对方正在送的 LOVE， 是小脸吗？窄脸啊。好，就是这样的，看脸是不是扁了，是不是这样好看吗？这样吸进去吸的不大哈，回来，所以我没有开的太过分啊。唉，累了。我的脸就是有一点圆，我没有下巴。友友们，没有下巴。北京租房看你租哪里了，你租边远地区会便宜，市里会贵一点。念什么？念无畏吗？还是无为呀？
Somebody to hurt, somebody to hold. It's easy to say, but it's never the same.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numb all the pain. Now the day bleeds into nightfall, and you'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. I let my guard down, and then you pull the rug. I was getting kinda used to being someone you love. I'm going under. 我的头发。Here. Here is my hair. Okay. 看不见吗？就是你现在。你问我头发的意思是你现在。你现在看我是一个。就是一个汤圆在这里直播是吗？没有头发就是一个汤圆在这里播是吗？一个卤蛋，一个白色的卤蛋。就是一个土豆在这里播是吗？土豆哪有我光滑啊？卤蛋比较合适。我是西瓜子脸，哎呀，友友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知道我去打那个什么针了吗？打让脸变瘦的针了吗？然后打完了以后，他不是打的咬肌吗？我在打针之前，我想吃瓜子儿，然后我就买了两包瓜子儿，然后我打完针以后，他到了，现在就在我的沙发上放着，我不能吃它。我怎么净干这种蠢事儿呀？我是不是有毛病？我打针之前我去买瓜子儿。谢谢戒色不戒酒。In the nightfall, and you're not here to get me through it all. 发际线可爱，我今天发际线算比较低的了。Used to be someone love， 扔了，花钱买的呢。我那天晚上就特别想吃瓜子儿，然后就买了两包。海阔天空不会耶，跟视频不是一个人，为什么？谁跟你说的？我跟你说的。瓜子儿啊，我没法吃啊，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吃。晴天。晴天。我买的瓜子仁儿，你看我多懒，我还特意买的瓜子仁儿，结果不能吃。点歌不用送礼物，点歌你就直接点就行了。我看到点歌是凭缘分的，我看到就给你唱了。邮过来还要我花邮费。鼻血止不住去看医生啊，还在这里打字。细节可以，花海呀、啊，花海只会那个副歌那一段。故事的小黄花，够囧够囧，没有学，但是我听过。不要，我要等着我脸好了我再吃，我才不留给你们呢。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大风吹，好的。今晚怎么比较晚？因为播的晚。这个周每天都会直播哦，每天都会播。周三和周五在另外一个平台播。怎么还不开始？刮风这天，我试过握紧你手。但偏偏遇见这大到我看你不见，还要多久才能在你身边？等到放晴的那天，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。从前从前，有个人爱你很久，
谢谢冰雨，谢谢如家沙包。你吹得好远，好不容易我能再多爱一天，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有点低哦，最后突然想吃筷子。那一天天，记忆消失术，刚才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谢谢瑜伽沙包送的 LV。衣服连接你私信我，我发给你。在微博最好在微博私信啊，抖音可能会被吞。大风吹，终究是错付，错付什么了？谢谢三千，怎么啦？你们又怎么啦？走了，拜拜拜拜，钱母。又怎么啦？又怎么啦？不行啊，我的脸有点大，所以只能去打针试看了。但是它还没有出效果呢，刚打，过几天看看，过几天你们看看我脸会不会小，居然把你们当外人，在好吃的面前没有家人之分，只有我和别人，知道吗？你们伤心也没有用。好吗？你们想抢我的好吃的，那我能原谅你们吗？大风吹啊！取一杯天上的水，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。红尘里飘摇，取一杯天上的水，照了明月人世间望呀望，爱恨重复过千百遍，红尘里飘摇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吹走我心里那段痛，那段悲。让暴雨冲洗，风中唏嘘，当初的你，仿佛是天注定。就让这大风吹，大风吹，一直吹，漆黑中洗去眼梦里那泪水。就让那往事消失风里，当初的你，曾记得我的那个谁。不适合我，好吧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我好像不会耶，我不会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拜拜，要睡觉的赶紧去睡吧，小朋友也赶紧睡觉啦。